各位同學，咁嗱，我哋嚟到第二條啊，2024年 M2 嘅第二條啊，咁我估計第二條咧，即係好多人都係冚家富貴噶啦。哎呀，頂唔可以講粗口。咁不過 A 就唔係啊 ，A 我相信兩分嚟嘅。好啦 ，A 就成個開方 x 加 h 再加放大啲。咁呢啲就冇乜特別嘢噶啦，即係完全係即係阿媽女人、阿爸男人咁嚟睇嘅啫。咁樓上就變咗做乘埋就變咗做 h， 咁所以其實一 over 二開方 x。好嗱，咁第 B 嗰條啦，咁誒估都估唔到你今年出咗個 train rule 啊。咁嗱，我知道咧train 完之後咧，有同學同我講咧，佢考完之後同我講話嚇，佢識 train rule， 知道用 train rule， 但唔知 train 咩上去。係啦，冇錯，即係佢其實屈你機嘅呢條，超級勁屈機啊！好啦，我寫翻個 definition 出嚟先啦，開方 x 加 h 減開方 x， 係咪減二嘅開方 x over h？ 好啦，咁然之後咧個 train rule train 撳咩上去咧？寫遠啲啊！咁我將個 h 掹出嚟，咁就 train 個開方 x 加 h 減開方 x 落去。咁嗱，呢個佢同我講都 train 咗呢嚿嘢出嚟噶啦。咁但係點樣處理上面呢嚿嘢咧？就係成個關鍵啦。咁我呢嚿嘢嘅方法咧處理咧，就抽個 e 嘅開方 x 出嚟，抽個開方 e 嘅開方 x 次方出嚟。咁即係點樣寫第一嚿啊？嗱，第二嚿肯定一嘅嚟噶啦，即係我哋即係唔可以否認噶啦。咁第一嚿點做咧？第一嚿原來就係同底子數相乘，指數相加，即係減開方 x。哇，搞掂嗱，好啦，咁我哋細心啲觀察呢嚿嘢。呢嚿嘢其實即係 limit h 趨向零 ，e 嘅 h 減 h 減一 over 一 h 嚟嘅，即係一嚟嘅。只不過佢成嚿嘢就變咗呢嚿嘢係h， 呢嚿嘢 h 咁樣睇嘅啫。咁所以其實呢個係一嚟嘅，藍色圈住嗰嚿嘢。咁第一嚿 e 嘅開方 x 次方啦，另外一嚿就一 over 二開方 x， 咁所以成嚿嘢就變咗 e 嘅開方 x over 二開方 x， 搞掂成碗面。好啦，咁誒做得特別快啊！好，咁誒最後呼籲個同學請 subscribe Dr. Katie Mass 呢個channel， 拜拜。